姜西米粉，姜辣碎，这个姜西米粉，然后都是用我们四川人会麻辣酱做的。然后这个麻辣酱是大桶的减3块，小瓶的减2块，纯正菜籽油。这个就是属于一个熟酱哈，可以直接吃面条，可以做很多川菜。我们四川的菜籽油炒熟的一道熟酱嘛，全能酱。这个里面我放了人人会麻辣酱，放了生抽、葱末，然后放了鸡精，放了点猪油，放了油辣子，用白开水或者是骨头汤调。姜西米粉。视频最后给姐妹们看一下我们四川人会麻辣酱，立新酸辣粉，自带豆芽的酸辣粉，然后放了一点那个莴笋，做成剩的一点莴笋。
好吃。